做不良的示范。丽玲真的是非常有才华，我是觉得我们才华是一个本地非常有指标性的一个选秀节目，才华冠军大家都认得，才华即便不是冠军你们都可以屈指可算很多人的，比如说有姚文龙陈炯江他也不是冠军，姚文龙还有李明顺，还有那个什么陈沈清彩，你们还记得啊？你是什么年代的？啊？陈汉伟啊，对，周初明，还有陈丽珍，哇，这些艺人都陪伴着你们度过多少个？陈邦军啊？陈邦军，陈邦军他是冠军，陈邦军是冠军，然后最后一届的，最后一届的冠军是谁？你们还记得吗？啊？对了，徐明杰就是我们最后一届冠军。你知道那一届他的冠军，是我们九年前，九年后我们今年的冠军奖品有多丰富吗？你们知道有多丰富吗？当年阿姐会遇的是有，现金、轿车跟现金，一万而已呀、啊，一万。我的总奖品是100000，可是今天这辆车100000，总偷得100000啊？10万呢？10万那很多哎，当年31年前哎。是，可是今年的很厉害，辆车就赢了我的，已经超越了我的，对，还有其他的奖品，所以基本上是比我还要更丰富，而且现在很多频道，他们有很多可以表演的地方。对，让阿姐在出道之前，我们都知道她是模特。可是如果你们一些年轻人都知道的话，她最早的出道，阿姐只是在一个乡村里面的一个养猪人家的小猪女，对吗？是。所以她可以一跃成为在今天新加坡屹立不倒的电视台的阿姐。是，因为我姐夫其实在几天前到我家来。他就是说我得奖的时候，他跟我姐姐讲，丑小鸭变凤凰，真的。然后我看着他，我很丑吗？姐夫，我小时候，他说就是瘦瘦干干的，所以相信自己，我这把样子，在我家人认为是丑小鸭的话，你们应该比我更优秀，你们会有更优秀、更卓越的成就。真的、啊，那我从小美到大哎、你从小美到大，难怪老了长歪了。好，我们准备好了，我们请下一位参赛者登场。片段是吧？现在要是我讲到我的舌头都咬到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片段。答应拿了钱就不再回来。我本来也想这样，如果不是看到思婷出现敢来找我，我可能就义无反顾走了。为什么思婷决定给我机会的时候，你却出现？我本来可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的。你只是一个冒充者，思婷和孩子是我李瑞明的家人。入侵者李明顺，明顺在剧集里演两个自己，也就是说，戴伟上来说你们要演第三个李明顺，干，真的是非常大的挑战。欢迎参赛者登场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张泽通，我今年26岁。好，请开始。家人，你还敢说他们是你的家人？你配吗？这么多年来，你忘了当初你是想带着8000万跟你的情妇远走高飞？家人，你敢说他们是你的家人？你配吗？你忘了当初你是怎么对他们的？你想带着8000万跟你的情妇远走高飞？卡住了，没关系，就在这边结束。很难过，对吗？因为你不爽他跟情妇走。所以你骗不了自己那一关。演戏最重要就是先把自己给骗倒。真的就突然那个台词就回来就
blackout 对吗？完全 blackout， 真的。是不是站在这舞台上，跟你在台下做一些准备，100万个准备、10万个准备，在那偷瞄偷瞄，一上来那个聚光灯那样打下去的，完全忘词，真的。是观众让你害怕，还是镜头让你害怕，还是平台让你害怕？都有，我觉得大家的眼神就聚集在我身上，感觉哇，真的很健康。老板，你现在记得台词了？我想一下啊，8000万，8000万跟情妇带走。那你就对着，你就对着一凤眼吧。我很能演的，我就是很忙，没有去戏剧组，要帮他姐都靠边站。你忘了当初？你带着，你本来原本想要带着8000万跟那情妇远走高飞，你爱过思婷和孩子吗？你爱过思婷和孩子吗？为什么？当你不懂得怎么珍惜他们的时候，为什么我就不能继续的爱着他们，给他们幸福呢？你还想揭穿我的身份？我好不容易啊，整理你的一切的烂摊子，你却想坐享其成，夺走我所有辛苦耕耘的收获跟成果，简直岂有此理！你这个人渣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连动都不敢动。还是很接不上的感觉，台词在哪？因为你人渣有到位，人渣有到位，人渣有到位，看到人就感觉有到位。我给你，我真的像一块木头。我跟你讲，这些才华之星，你要非常好保护他们。他们有这个勇气，我们就不要去影响他们，要不然他们分分钟，我飞得越高越远，他冠军一出来，我马上啪，在网络上就被攻击了，很难说的。好，马上来看一下成绩揭晓。最重要是勇气跟接下去的这个努力。哇，这真是谢谢。如果我动两下，他不小心，哈，才华一出来，哇，媒体都在抓我了。可以啊，你们又有什么都给我一些行动？吓死了。好，下一位参赛者请登场。大家好，我叫郑东宇。叫郑国。好，演技考验请开始。家人，你还好意思叫他们家人？你配吗？别忘了，当初是你带了8000万跟你的小媳妇逃跑，如今你却想回来，坐享其成，这可能吗？你这个人渣，你这个败类，你这个不择手段的东西，今天我就要替天行道，除掉你这个败类。谢谢。谢谢，挺溜的嘛，你个人渣就败类，你就不要脸东西。我觉得你骂人挺溜的，你这三句话应该是对赖依林讲的吧？因为你是赖依林找到的呀。那个赖大妈又站在那里，没关系，他这三句话是如果没有进去要对你讲。请问你是逛街还是上厕所被他抓到的是吗？逛街。他是饥不择食，因为他真的是，他为了人才的这个才华，他为了要延续我们演艺圈的这个注入新的血脉，所以他不惜牺牲自己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站在这舞台你会怕吗？我看你不怕吗？不是很怕。好，既然他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成绩究竟是 in 还是 out。 好，谢谢。我说对吗？对的。他很帅，而且走得很赶。依林，如果下次人家 shopping 的话，请他付完账，你再把他带来。好的，很可惜没有办法进行到我们下一个明日之星。来看一下下一位参赛者，请登场。Hello。 好，请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陈嘉文。好，可以，演技考验请开始。我是对着机吗？还是对着评审？都可以。家人，你还敢说他们是你的家人？你配吗？你是怎么对待他们的？你别忘了，你准备好了8000元，打算和情妇远走高飞。
你爱过史婷的孩子吗？如果你不爱他们，那我为什么要让他们回去和你继续受苦？为什么我不能够爱他，继续给他幸福，你还要揭穿我的身份？我收拾好的烂摊子，你却想坐享其成，夺走我的一切。你休想！你这个背叛老婆孩子，忘恩负义、见利忘义的渣男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谢谢。要杀人。没关系，真的，讲演得非常好，那眉宇之间有一点像我的爱人。是谁？谁？黄俊雄。他的眉宇之间，黄俊雄除了会演戏，他就是会演戏。你有没有其他以外的才华？我会唱歌。唱歌？唱歌。哦，唱歌。就是歌就比较不会。哦，唱什么歌？王力宏的《Kiss Goodbye》。唱一小段就好，一段就好。每一次和你分开。OK， 可以了，你会比他会唱。你不能这样贴我老公的台啊，他在台湾很忙的。不错不错，准备好了吗？好好啊。准备好了啊 ？OK， 来，请揭晓成绩。哦 ，OK， 谢谢你的参加，谢谢，谢谢。哇哦，哇哦，黄俊雄应该很开心。重复性蛮高的，但是人家真的很年轻。好，不容易要站在这个舞台，终究比的还是要是才华。请下一位参赛者登场。大家好，我是靖哲。可以开始了。好，谢谢。家人，你还有脸叫他们是家人？别忘了，你本来。不想拿着8000万和你的情妇远走高飞吗？你到底还爱他们吗？如果你不能够好好珍惜他们，为什么不能让我来爱着他们、照顾他们呢？你还要揭发我？你休想！这个人渣！我要把你杀了！好，谢谢你。谢谢，满头大汗呢。对，你们刚刚不是都在冷气房吗？没有，因为我这个外衣很厚，所以很热，所以我现在就是一个汗流浃背。汉堡包。好，来看一下成绩，请揭晓。好。好，谢谢你的参加，谢谢。站在这个舞台，你们那边很热，我们这边几盏灯打着我们，其实真的是很热的，尤其紧张、爆冷汗，然后手心出汗，真的是不容易。请下一位参赛者登场。自我介绍。嗨，我叫 Sean， 我叫丁超 Sean， 我是今年21岁，在等大学，今年读国大。好，请才艺表演开始。你到底有没有爱过诗婷和他们的家人呢？如果你不会珍惜他们，那为什么要把他们让给你？如果你不能珍惜他们，那我为什么不能继续爱他们，给他们带来幸福呢？你这个人渣，你为了钱不择手段，背叛家庭父母，你现在还要揭发我，你休想！我要杀了你，让你永远。换个台词，对不起，好紧张。好，没有关系，谢谢你。一二五四，幺二五四，很紧张。他们刚上来上面看起来很像黄俊雄，刚刚那个不是很像吗？我觉得这个远远看也很像。对，黄俊雄那么受欢迎吗？你们大家干嘛那么着急长得像他嘞？他就一脸很好啊，你们长得像自己啊，紧张对吧？没有紧张。
但是没有关系，你刚刚的付出跟努力，我们都有看到，听众都有看到。我们最终还是等你的成绩，请看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谢谢。哦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告诉大家，除了我们的新传媒的高层啊、部门的管理啊，还有阿姐之外，来到现场之外，我们还有很多这些幕后的高层经理人都来到现场。不只是才华在寻星，其实我们新传媒更要很多新的艺人、新进的艺人来参加我们这个大家庭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要演艺比赛的这个戏剧片段，请看。发挥的一个角色，警卫天职四演罗美仪，没有，既然领男性的角色，也就是男参赛者要登场了，欢迎我们参赛者。请自我介绍。哎，听不到讲话，怎么没有声音？你没有带麦吗？啊？你怎么出来的这位参赛者？没有带麦克风。他们每一位参赛者是不是刚出来都有带一个麦克风？你没有看到？哎，这一位怎么跑出来的？他可能是插队，不知道他。没有，因为我们后面在后的后勤人员在那边做那些调整，可能还没有把他带麦，然后那个名片上有一点没有看到，所以警徽天池你们有没有看？有没有看？没有看啊？有看啊！你们真的是我们新传媒的忠实的粉丝哎。警徽天池是谁主演的？很好啊，很好啊，都很喜欢看是吧？新传媒最喜欢哪一位演员？阿姐。哇！我问这个是这个啊？他比天使好看，会不会是天上那朵屎？他当然比天使好看。你们阿姐在演艺圈从事这么多年，你们是不是第一次看到他本尊跟本人？是不是第一次？有没有看到阿姐？其实他本尊跟本人更立体化，在电视上感觉他瘦瘦小小的，其实他一个人出来之后，他的气场、他的磁场是非常强大的，不要看他个子瘦瘦小小的，要顶住当家一姐的这个身份跟地位，其实是不容易的。我都不懂阿姐你怎么有这样的一个磁场跟气场，面对很多新进的演员，一直不断的涌入，然后再出去，你怎么样保持自己这么状态好的一个状态？其实我觉得我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所以其实我不是最优秀的，老实说。可是我唯一一点可能比大家好的就是我抗压能力强啊，而且我要告诉自己我要很努力，每一次给我的机会我都会好好把握，所以我觉得参加这个比赛是一个机会，我希望当下的所有参赛者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一次来面试的机会。对，而且你这些年我真的没有把这句话形容在你身上，你抗压能力真的超强，不管以前面对什么风风雨雨啊，或者是任何事情，我看你都是很欢笑的就去面对它，然后就继续开心的过你的日子。这一点我们真的要值得跟阿姐去学习，站在这舞台上要跟阿姐一样，生活也是一样，要智慧，就是抗压能力，面对那么多评判，那么多摄影师，那么多这个观众，抗压能力要强。是，然后我想给待会上台的所有的参赛者再一次的跟你们叮咛，就是你们上来的时候把自己呢投入这个角色里面，你们今天这一场戏要表达的是什么最重要，只要你要把那个台词说出来是你认为你要跟这个人报仇，你就要用这种语气跟他说，
你想要同情的话，你想要得到他的爱，你把自己放入那个情景，你就会投入。没错，是。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后面的这些参赛者，还有前面还有很多人在报名参赛者，记得阿姐叮咛，投入以外要把自己放在那个角色当中，就不会害怕。你把那个意念，把你要讲的话放在里面，你就很容易投入。好的，我相信我们的参赛者也已经准备好了，听清楚，阿姐记得阿姐所给你们的忠告，请参赛者登场。各位评审们好，我叫袁国豪，来自马来西亚新山，今年19岁。好，请开始。怎么会这样的？东西，怎么会这样的？我想要今天早上还好了，怎么会发生车祸？还这么年轻，怎么会就这样走了？不可能的，红熙，你起来啊！你听到吗？你快起来啊！红熙，你昨天还说已经回到学校，要重新振作，不会再让我们操心。怎么突然就……警方说。红星是在东海岸发生车祸的，他今天不是有去上学吗？怎么会去东海岸了？他当时跟谁在一起？不行，我们一定要问个清楚。红星，我们一定会替你讨回公道的。好的，谢谢你，谢谢。马上起来就要情绪爆棚的，用哭的来演出一场戏，很难呐、啊！一个帅哥要哭到脸都揪起来了，其实真的是要放开的、放胆的演。来看一下最终你的成绩如何？谢谢你参加，谢谢，看得出你非常努力的，谢谢。所以这一场戏就是要抱头痛哭，再帅再美的脸庞都要把它放一旁，然后努力的投入在这个角色当中，还要哭的帅才最难的。请下一位参赛者登场。Hello， 哎，自我介绍。啊，凤姐好，评审好，我叫黄达锦。好，演技比赛开始。怎么会这样的？红戏，怎么会这样的？今天早上，他还好好的。怎么会发生车祸？不可能的，他那么年轻。红熙，你起来呀！你快起来呀！警方说，他今天早上是在东海岸发生车祸的。他怎么会在东海岸呢？他不是应该在上学吗？他今天早上跟谁在一起的？不行，我们一定要问清楚。红星，我们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的。好，谢谢。今天几岁啊？我今年25岁。25岁，好的，已经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请揭晓成绩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你的比赛，谢谢，谢谢你的参加。好，现场来观看的人数越来越多了，再次跟大家宣布一下，我们是才华横溢出新秀第一场海选活动在这里跟大家举行的。今天呢，我们会大概进行到晚上7-8点，第二场的活动会在5月12号 Bugis Plus 那个地方呢，会有第二场的海选活动，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到场去报名，或者是到时候在那边跟我们一起见证2019才华横溢出新秀的冠军就会在你们的眼前诞生。好，我们请下一位参赛者再一次登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子成。评审们好，阿姐好，凤姐好。我是一位平面设计师。我很热爱运动，也有演过几部戏。Fresh Take 的《咖啡的偶遇》我有演过，我的角色是一个坏人叫黑。好，
好，来，演技考验请开始。好。怎么会这样？龙溪，他今天早上还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会遇到车祸？一年级亲戚怎么这一早就走了？不可能！龙溪，起来啊！你听到了吗？起来啊！他说他已经没去学校，重新振作，不要再让我们担心。怎么会？警方说，龙溪是在东海岸遇到车祸，当时他不是应该在上学吗？怎么会在东海岸？跟谁在一起？我一定要为你讨回公道，还你一个清白。谢谢。好的，汗流浃背啊。紧张加真的是站在这个灯光下，特别也容易的让人家急躁起来。第一次就在观众这么多人的面前，所以非常紧张。所以演艺圈吃完饭好吃吗？不容易。没有试过不知道。对啊，所以一定要自己来尝试。我非常欣赏你这样精神，希望能够感染更多的朋友来勇敢的追逐梦想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如何。谢谢你的勇于尝试，谢谢。好，陆续还有人在那边排队报名参加，我在这边也要感谢你们，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来看一下年轻人逐梦的那种勇气，还有一批一批的人不断的在涌进来，也就是说他们从报名到过第一轮的面试，能够到后台的话，其实都已经是相当不错的，最重要是能够站在这舞台上考验他们自己的演技。好，我们请下一位参赛者来登场。请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 Peps 吴宇聪，我是一个 freelance 的特技人员。好，可以开始。王鑫早上不是好了吗？为什么是这样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是，你不是答应我们说你去学校了吗？不会叫我们伤心。要去东海岸，早上不是有读书，为什么要去东海岸？到底跟谁在？介绍的时候讲说他是特技演员，所以他看他表演的时候，我以为他要表演《摩托换挡术》。
的哭声有低额的来了，要飙高音再飙去不同的音，其实也不错，你的声音就已经是一种特技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如何。好，谢谢你精彩的演出，谢谢。没有机会看到他精彩的特技表演，最重要是他的哭声有辨识度，挺厉害的。我觉得你们演戏的这些演员真的是超强的功力，每个人要变身啊，进入不同的角色。我站在旁边会笑，其实真的叫我也没有这个胆量来尝试挑战才华。但凡能够站在这边的，不管我怎么笑你们，其实我是真心的在佩服你们的。好，下一位参赛者请上场。好，请自我介绍。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rcus 李俊伟，我现在26岁，然后我是一位唱作歌手。曾经其实12年前也是有参加过新传媒的一个唱歌比赛，然后很开心来到这里。什么比赛？那叫做校园 Superstar。哦哦，对，12年前呀。12年前，对。OK， 好，来请表演。你当时是不是拿冠军啊？是不是拿冠军？是你吗？那时候是不是我是拿到男生季军？哦，对。你现在在演英文剧吗？你现在在演我们的英文剧吗？不好意思，听不到那个。我们的英文剧吗？有。哎呦，老板，你们的印象很深刻，你们都懂啊。哦。哎，你怎么变身都变不了？来，考演技。怎么会这样的，红熙？怎么会这样的，红熙？他今天早上好好的。怎么会发生车祸？他还那么年轻，怎么会这样子走的？红熙，你起来啊，不要睡了。你昨天不是跟叔叔说你还是要去那个新的机场吗？怎么突然会？红熙，车祸不是在东海那边吗？他今天不是在上学吗？为什么不在？为什么他都在东海岸那边？不行，我们一定要问个清楚。红熙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的。好的，谢谢你。我喜欢你百屈不挠的精神，不管任何比赛，你都钻洞想办法来比赛，然后没有办法逃过我们老板的法眼。但是你这种精神我喜欢。你看，26岁，12年前，校园 superstar 那年你才几岁？那年14岁吧。最重要是姐姐还站在这里。没关系，我们来看一下你现在这个精湛的演出。老板，你是不是有一个特殊的才华？对啊对啊，我是打算我是有带我的吉他来。你要不要？对，好啊，老板想看一下，秀一下，秀一下，来看一下才艺表演。来，这么大，哎呦呦呦呦，这么大的吉他，这个很贵吧？你是要展现什么才艺表演？因为我是一位，谢谢。你今天表演的是什么？是一位唱作歌手嘛，所以现在就要为大家带来一首我的原创歌曲。非常好，来开始。就来一小段还是多久时间？好听就一大段，小段就一点，难听就小段。有吗？发音 already？来，你再试试看看。对啊。好。Thank you.
你是我想认识的女孩，这是我的表白。The more and more I talk to you, I wanna call you baby. Got a feeling I'm for you and you for me. 让我们在一起，看着你在面前那单纯的笑脸，眼前就会浮现幸福的画面。我不会再等待，不会继续徘徊，不知会怎样，大大小小都能装。我只想说，我就是对你有好感。在冷静的外表下，心中在不停的喊 I wanna get to know you， 其他事情我不在乎。你是我想认识的女孩，这是我的表白，不知该不该。你是否对我有一样的心态？谢谢，这首自创歌曲叫做《我的表白》，谢谢。好，所以我现在为你公布成绩了，如果你赢的话，你就唱一次，唱一段才华的《我飞得越高越远》给我听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。的话我就不会让你出声了，让你滚到远远的，好吧？来，请公布成绩。我不太会。现在小段好了。OK， 一二二二。因为不知道那歌词，下次我练我，然后会带给你们。好的，谢谢你，恭喜你。谢谢你。由智者事竟成，欣赏你的勇气，欣赏你的这种，真的是百屈不挠的精神。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年轻人。好，我们请下一位参赛者继续登场。看片段呢、啊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要比赛的戏剧片段。图文姐。我今天想特地向你道歉，其实那段视频是我拍的，我故意把剧情推开我姐的那一段剪掉，是想制造误会，对不起，但是这一切都是我姐逼我的。你为什么撒谎？姐，我没有办法再骗下去了，童林姐她是好人，我们不要这么做好不好？志在四方二，然后我们的参赛者要来挑战，希望在这边能够祝他们好运，因为我们天气真实是越来越凉，但是我的体力越来越不支。他们如果可以的话，演久一点，我想去上厕所。我们请下一位参赛者登场。请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 Kimberly。那我平时呢，我喜欢唱歌，还有喜欢看人家如何演戏。那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。好，好，请开始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为什么要诬陷我？我们是亲姐妹呀。难道这些日子你对我的好跟鼓励都只是在演戏吗？你告诉我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为什么那么恨我？湘云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真的不是我做的，是他冤枉我。我承认是我对不起你，那时我也是糊里糊涂之下才会跟杰森，但我不可能上传那些视频，我更不可能把它上传上网。湘云，你要相信我，真的不是我做的，请你相信我，谢。谢谢，谢谢，你是志在四方的这个第一个参赛出来，所以会比较有压力一点点，但是我们评审都对这个非常的了然于心了，所以你放心。好，我们请评审分数已经做好了，请看成绩。
谢谢你的参加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这个挑战就是女参赛者的挑战。好，那下一位参赛者准备就绪，请他登场。各位评审，大家好，我叫 Anita 王静婷，今年22岁。我会想参加《草儿与青青说》呢，是因为我对演技感到很有兴趣。我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，请开始。你知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我们是亲姐妹，难道这是陆子你一直说你照顾我、支持我，他只是在演的吗？我到底做了什么？你为什么害我？唐明，这不是我做的，我没有。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非常的简单明了，把自己的这个演技就把它摆在眼前了。我们评判也已经做出了选择，请看成绩。谢谢我们，谢谢你的参加，谢谢。第二位参赛者已经看到了，我们现在速度也会加快嘛。啊，我连后台都不给他进，电视台是演艺圈是残酷的。记得是有参赛者啊，请走前面，音可以走里面，他不连就关的啊。请准备就绪。来，请自我介绍。评审好，大家好，我叫赵新淼，今年20岁，来自新加坡。我喜欢表演，因为我觉得演员是一份很神圣的职业。我希望在未来我能够站上更大的舞台，所以我才参加了这次的比赛。希望我能够有更多人认可我的表演，然后有一天我能够很自豪地说，我叫赵新淼，我是一名演员。谢谢。好，演技团员请开始。喂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小女孩讲她来自新加坡，她应该讲她来自，比如说我会讲说我来自乌洛，这样比较快一点。非常淳朴、非常可爱的小女孩，都已经做好准备。